这个单位有247平米，开发商的售价在1300万起。电视墙的后面有一个房间，这个房间可以做成工作室，也可以做成一个小卧室。也可以做成书房。有一个大型的落地窗。一楼做了一个公共的洗手间，还有一个莲蓬头。有一个中式的厨房，二楼做了一个客厅，然后有三个房间。这个房间它把它做成一个大型的更衣室。一样有自己独立的卫浴，这是另外一个次卧室，有书柜，有书桌，有一个衣柜。独立的卫浴，有对外的通气窗，主卧室非常宽敞，旁边可以放两个床头柜，还有一个小沙发。外面看到一个大阳台，可以摆藤椅、茶几。床铺的前面有一个电视墙。主卧室的卫浴。有通气窗，主卧室的衣帽间，这个单位室内有283平米，售价在1500万泰铢起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室内283平米的别墅。
在餐厅跟客厅中间做了一个置物柜，餐桌这个旁边做了一个储物柜，一楼的地方有一个小房间，还有对外窗。一楼的公用洗手间一样有透气窗。一楼这边有一个厨房，我们看到厨房这边有一个后门。门外有一个储水槽，这一间是佣人房。佣人房有自己独立的卫浴。楼梯口上来的地方有一个小客厅，客厅的后面有一个小房间，有自己独立的卫浴、衣柜。还有一个小边桌。这个是另外一间比较大间的次卧室，有一个双面的衣柜。造型很可爱。有一个工作桌。门边做了一个置物柜，有自己独立的卫浴，一样有通气窗。这个是主卧室，做了挑高的设计，电视墙的旁边做了一个沙发区，这边有一个衣帽间，衣帽间的梳妆台，主卧室的洗手间，对外的透气窗，有一个浴缸。这一套示范单位354平米，售价大概500万港币起。按照土地面积的大小，价格不同。这套单位的旁边做了一个小小的流水设计，这个354平米的示范单位，这里有一个边桌，我们可以从边桌看到外面的水景设计。落地窗外面
有放了藤椅，这里有一个泡茶的地方，可以坐八个人的餐桌。一个很漂亮的电视柜，一楼规划了一个房间，有对外的落地窗，一楼的地方规划了一个洗手间，有对外的通气窗。这是一楼的厨房，厨房有一个后门，在外面有一个储水塔，然后这个是佣人房，佣人房有自己独立的卫浴。二楼上来，我们看到有三个房间，楼梯上来的地方有一个小客厅、电视柜、沙发区，外面的阳台可以摆大的藤椅，我们先来看一间次卧室，非常宽敞的衣橱，有一个电视墙、工作桌，每一套房间都有自己独立的卫浴。我们看到这个次卧室设计的非常 pinky， 有对外的采光窗，一个衣帽间，自己独立的卫浴，每个卫浴都有透气窗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卧室，电视墙，可以摆上很大的床，泰国人喜欢主卧室的地方有挑高，有一个大型的落地窗跟阳台，床的旁边可以放一个单人的沙发，主卧室的衣帽间有一个梳妆台，一个非常大的衣帽间，这边还有一个梳妆台，主卧室的洗手间非常的宽敞，有两个透气窗，
还有一个大浴缸。